就是说，原先我是把它救死了，怎么的？我又没到年纪，我娘子，他觉得，到印度面那个来了，大概半，一九三年去的，到自家烤一个烤了，我们过烤了，到安江山有，我们就按我那个土，他本来要祭天才打的下来，结果当，后头呢，他采取措施，起我都是把它打下来，一面被一个石碑岸边围着，一个山上，两节口岸，没得废弃，没得反弃，我那记得像个格子，那个那场称了是国。 我说远征军不缅甸，胜利在眼前。王精卫不要脸，血脉尽头当汉奸。叫和平，求妥协，北伐走归欧洲线。俺鬼子走，爷爷血脉民族一宿望万年。同志们。 一条线，大家团结牢！合作，王精卫消灭日本鬼子，永远享受快乐太平年。杀！啊，咱们年轻姑姑的话，我叫我早生一场，晚上点名的时候也要杀。啊，是什么呢？王精卫，他是我们的。 把我们有个师长杀了，我们那个都是知识青年，我们都是知识青年了，就唱这首歌，骂王精卫，他要我们军人投降，我军人不投，不肯投降，我能够，师长都师长都师长都中国，我都不愿意投降。